难难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这不来一个了吗？哎，行，好，好，那个我就爱听你们给我起哄啊。其实起哄很快乐，为什么呢？说相声、说书图一什么呀？图的就开心。不管是在节目里边还是节目外边，开心就好啊！刚才那喊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其实我也愿意再来一个。说那个玩意比说书啊，你给我住口！老说这个，跟人家主办单位交代不下去。接演长篇单口相声《九头案》，这个说全了的话，对相声来说是个好事，是个天产业的事情，因为从清朝末年就没有人说全过。都是从这儿会一点那儿会一点，咱们这回是集大成，并且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把它串了一下，它最起码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啊。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着说着就容易忘啊，怎么呢？它乱，它人头也多，它不像说别的故事，夸打死一个，围绕着一个死尸，我们这个里边抄起来人头不噜噜不噜噜一大堆，所以哪儿忘了你们大伙儿提醒我，要没你们提醒啊，也乱不了。嗯。上文书咱们讲到宛平县提审李大成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好，你们说对咱们就对。李大成上到堂来已经脱了相，怎么呢？压力太大了啊。老爷说你招吧，说实话吧，到底怎么回事吧。哎，老爷，您要是不问呢，我这辈子都不说。废话，我问你了你也没告诉我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爷，完了，我这一辈子算是交代了，确实我有人命。嗯，说吧。哎，那一天晚上啊，李大成这个妹妹回了家了，就一说家里这事儿，您想李大成他杀猪的汉子呀，啊，这个挺粗鲁，血气也挺旺，你说怎么着？欺负我妹妹？你逮着了？你看见？你听人说的？什么叫叔嫂通奸？胡说八道！这不成，欺负别人混则罢了，欺负我妹妹不行，我得报仇去。带着杀猪的刀，就去了。他来的时候啊，满脑门子官司，都想好了。我一进门，他得问我你干嘛来了。我就说我教训教训你，他就啪轮巴掌要打我，我就给他踢那儿，然后我就把刀拔出来了，我说你再闹我就弄死你，他就说我错了。我说你改不改，他准说我改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嗯，理想和现实它是有差距的，你这么设计的，他真事儿不会照你那么发生啊。来在了砖塔胡同，直接就到了塔家这儿，推开院门，院门没锁，进了院，进屋，一进屋，您想那个年头也没有什么现在这个灯这么亮，对吧？也瞧不太真着，就看有一个人弄着被子呀，跟这儿弄死尸呢，急了，哼，他大呀，他大啊，你胆子太大了，光天化日你这杀人，甭管杀的是你兄弟，真危险，得亏我妹妹回家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连着急再惊慌，就把刀抻在手里边啊，我说话到了切近了，这头一回头啊，这是对着害怕。你想想去吧，人为什么在害怕的时候要喊呢？这就是我那句名言，恐惧到了极点就是愤怒。给一个人关一黑屋子里边啊，开始害怕，害怕呀，有鬼啊，有妖精啊，有这有那个，到最后实在没辙，你出来我弄死你，那就害怕死了，就跟人打仗似的啊。这主本来不会打架，但是真逼得一定程度就疯了啊，我杀了你，我要把你吃了，我如何如何，那是真害怕。他俩人他也喊他也喊，黑经半夜那儿弄着死尸，在这个情况下，您可记住了那句话啊，
就这冲动就是一秒钟的事情。李大成手中这刀就举起来，哎，我就去你的吧！啪！刚才倒是想挺好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怎么能这样冲动？你以后不要这样了。我改了，我错了，那都没有了啊，一切都没有按照剧本发生。啊，咔，就这一刀，整蹭着大动脉上，死尸倒地，傻了，谁傻了？杀人的傻了。死的那个也傻不了了啊，这傻了，哎呀，我杀了人了，我的天哪，哎呀，杀人的时候您可记住，他可没注意床上还有俩呢，赶等稳定了心神，眼神也适应了，再一瞧浑身血都凉了，这屋里是几个呀，我刚才杀了几个，就算啊，算，甭算的，只有这一个试试啊！啊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仔细查看了一下床上这俩人，不认识，为什么呢？看不清面相，为什么？没脑袋，所以说什么表情啊，什么都没有了啊。到这会儿啊，贼起飞智，别的不知道，只知道我得赶紧走。而且我要把现场弄乱，灵机一动，床上这俩没脑袋，我刚杀这个也别要脑袋了，把这死尸拎起来扔在床上，拿棉被捂好了，这才拿刀切人头。这个是他聪明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三具死尸摆在一起就把事情给你弄乱了，天王老子也破不了这案呢。那棉被捂好了，这一切干别的他外行，要说切肉他是专家，行去，对不对？当然吃肉那老和尚是专家啊，那东北那个老酸菜啊，这切下来拎着人头出来，哎，我扔哪儿去啊？啊，他们家住西四牌楼砖塔胡同，我们家张一门外小景，我拎着脑袋走了一道，是壮观但容易破案。我你瞧见这儿门口有那咸菜坛子，咱们前文书说过好多次了啊，很高那咸菜坛子，把盖儿打开了，把这人头扔到里边去，又扣好了。哎，我走，说声走，电不灵腰往外就走，没人看见他，睡觉也都早，胡同没人，踏踏实实的到家了。到家之后，他妈呀，连他妹子还都没睡呢。哎，刚才看你气哼哼，这是干嘛？啊，没事，我这本来说找他打架，到那儿去，他没在，没在，算了吧，估计以后就改了。啊，那他得了，得了，早歇着吧。不在一个房子里边睡，啊，娘俩是那边，他自个儿单独有间房，睡觉吧。睡可是睡，睡不着，得多好的心理素质啊，对吧？杀完人之后回来啊，烫个脚，洗洗脸，泡壶茶。踏踏实实躺着一琢磨哈，哥今儿杀了痛快，那不是一般人啊，还有不是这个杀人的惯犯，也不是那个强盗土匪的，他就是一杀猪的，一时冲动杀了人了，睡不着了。那么说按时间来说呢，现在凌晨有个四点来钟啊，就坐起来了，那有水，喝了口水，会不会有人发现这屋死尸啊？发现之后会怎么样呢？列位，这个好奇呀，会害死人的。为什么呢？你杀了人就杀了人了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不该问自己会发生些什么。我要不要到现场再去看一下？你看，说去就去了，啊。把这刀又揣在身上，由打家出来又去了趟砖塔胡同，您可记住了，李大成来了两趟啊，第一趟杀了一个把脑袋切了，回家之后稍事休息继续开工，由打家出来
赶奔砖塔胡同上塔去啊。我不知刚才的场景您记住没记住啊，我们再重复一遍啊。床上是三具死尸，一女二男，都没有人头。哎，那么李大成来到这儿，进了院，一望两望没有人，迈步进屋，站在堂屋，堂屋地上有一具死尸。李大成算不过来了，刚才是几个呀？刚才我走是床，哪个是我弄死的呀？杀猪人吗？啊，糊涂了，站这正纳闷呢，身后来人了，谁呀？塔二。塔二一进来，拿眼一打，地上死尸是自己的哥哥塔大。衣服他认识，看外人不是自个儿亲哥哥还不认识吗？对不对？再瞧这儿站着一人，认识，嫂子的哥哥李大成，大成哥。哎，老二，你杀了我哥哥，兄弟，冤枉我，这个不是。人这句话打到天边也讲理，这个真不是，他是没细问屋里有啊，这个不是，不是这我哥哥人命关天，你怎么了？他还是我妹夫呢，对不对啊？不，你这事闹的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，大成哥？我刚进门，这个说得过去，哎，我刚进门，真是刚进门，站着正纳闷呢，是吧？正算人数呢，啊。我刚进门啊，哦，那个，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？人命关天呢？那咱们衙门口告诉一声吧，啊，咱们报案去吧。对，好，走，报案去。塔二在前边，李大成在后头，一前一后，有打这儿就出来了。走到院子里边，这塔二就说了。谁杀的我哥哥？要让我知道，我饶不了他。人家没说李大成啊。啊，谁杀的我哥哥？饶不了他，这话没错。李大成一琢磨，他这是不是说给我听啊？嗯，他肯定会怀恨在心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屋里边那个人可是我杀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现场有我，我留着塔二就是个祸害。得嘞。一个羊也赶啊，俩羊也放。说着话就把刀抻出来了，看看两边没人，前面塔二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啊。老话说的特别对，金风未动禅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有打后边分心便刺，这一刀扎的后心，塔二一回头，哎你，死尸倒地。这塔二腰里边系着腰金子呢，这刀抻出来，刀上有血，李大成就把这腰金子解下来了，裹自个儿这刀，裹完之后把怀里一揣，啊，趁着茫茫夜色，天还没有大亮，回家了，啊，到家之后，先奔自个儿那小肉铺，把门打开了，抻出刀来，把刀剁到案板上，这个一团了，往地上一扔，就扔在案子角那儿。啊，所以今天在堂上把这话这么一说，老爷点点头，回头拿眼睛看了看周爷，那意思他说的对，因为什么呢？不管是时间方方面面，这个事儿他能合在一块儿。点点头，哦，来呀，叫他画押，这儿说着那儿就写着，有师爷啊，全写上了，写完之后画押是拿过去让你签个字画个押，这个呢有的就画一十字，有的就点个点儿，有的是写自己名字写的草一点，过去画押有这个啊，人们有时候给人签字一笔一画写嫌麻烦，有的人专门设计自己的这个签字似的名字，各式各样的，包括过去做官之人说这个考中状元啦，或者哪天什么时候老爷要让赏你个官啦，上哪上任去了，反正到京城中单有这么一个部门叫签字馆，一定到那儿去叫什么买签字，就是这叫张三，张三名
放到河南啊，什么内黄县当县令了，改名上任了，走之前上这儿交钱，国家给你出一签名，你拿回去照这学会了，学会之后签字备案，以后国家给你往来的公文，最后老爷画押是这个，简单啊，只有你认识，国家承认，这叫画押。平民百姓上堂打官司一般也有这个，你有的还不认字儿啊，还有一段时间呢，这个签字画押画一个手指，就你手指多长这么画下来，这就算你的。但这个东西也在当年来说，科学技术达不到，它无法去验证到底是不是你的，流行的时间并不是很长。哎，但是一说画押，也就是拿起来，比如画一十字儿，以后无论拿到哪儿上峰打官司，你瞧，这是我犯人画的押，他承认这些口供是真的，是这个意思。签字画押，拿过来让李大成看，看看对不对？李大成看，看看眼泪都下来了，你不认字儿，画个押吧。接过笔来，画个十字儿，接过来，来呀，将李大成定肘收监。跟刚才不一样了，之前你只是一个嫌疑犯，你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死刑犯，得押得重巧，好砸上脚镣子，砸上手铐子，走，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刚把他推下去，由打底下有差人上来了，那个，跟老爷您回，什么事儿？李大成他妈来了，说有天大的冤枉，啊，叫他上来吧，就是没退堂。又打底下，李大成这妈，哎呦，老太太哭得都不行了，哎呦，老爷冤枉哎，嘿嘿嘿，我的肉哎，我的肉，哭谁呢？哭闺女，哭儿，闺女在这压着了，儿子也跟这压着呢。啊，老太太哭，我的肉哎，我的肉哎。老爷说先说话啊，好，上堂卖肉不行啊。你是谁呀？那个，我是李大成他妈。哦，行。你刚才说有天大的冤枉吗？是，老爷，我儿子冤枉啊。你先别说你儿子冤枉啊，你上堂来说什么呀？我跟您说呀，我有个事儿，我得跟您念叨念叨。这个塔大他杀了人了，啊？此话怎讲？哎呦，那个，要不是到这个份上，我也不说啊。那天晚上啊，我闺女回来一说这个事儿啊，我们都挺难受了。你像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啊，一生气呢，我儿子他杀猪的呀，他就去了，去找他去了。他刚走，塔大就来了。啊，咣咣咣砸门，我们娘俩把门一开啊，是他，他手里拎着一大包袱，圆了咕囊的，这装着俩东西，像人头似的哈、啊，在门口骂街，说你们出来瞧瞧吧，啊，瞧瞧你们家养的好闺女。一开门，我们娘俩都出来，塔大就傻了，他说了这么句话啊，你在家呀？那个你们什么都别说呀，他就走了。现在咱们琢磨这事儿，就是塔大杀了人了。啊，他拎着俩人头上家来，他可没想到这小子他杀错了，他以为我闺女人头在他手里边了，没想到开门瞧见我闺女在家了。所以说呀，我的青天大老爷，我儿子冤枉啊，我的青天大老爷啊。老爷回头赶紧看看周爷，这老爷要没有周爷，这官就当不了了啊，那意思怎么办？周爷点点头，你别哭，老太太，这个你说的句句实言吗？哎呦，青天大老爷错不了啊。哦，那个老爷，您把李氏带上来吧。哦，好，来带李氏。李氏就是那闺女，一会儿功夫带上来了。好，一瞧见妈，哇就哭了。怎么呢？好家伙，家里出这么大事了，都快吓死了，可见亲人了。娘俩抱着一块儿放声痛哭啊。老爷瞧瞧，行了，差不多得了啊，这个哭会儿得了啊。这个李氏知道把你带上堂来是怎么回事吗？那老爷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那意思你让带上，什么意思这是啊？周爷点点头，好了，这个事儿跟李氏没关系。哎，老太太你也别哭了，娘俩回家吧。老爷回头，这能走吗？走吧，没这事儿。哦，那家走吧啊，没你们事了。
老太太说，不是啊，青天大老爷，我来这不是要我闺女，我要我儿子呀，把大成得放了呀，啊，我的青天大老爷。儿子可回不去了，你早来会儿啊，你老爷我这聪明劲儿可能就放了他了啊。现在他化了鸭了，他杀了人了啊，所以说王法迢迢，这个没有办法，你们娘俩回家吧，他那个事儿等最后落案再说吧。哎呦，我的阴天大老爷，轰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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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改了阴天大老爷了啊。有差人过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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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这娘俩算轰出去了。娘俩走咱不提，这会儿的功夫就快到中午了，因为咱们说了嘛，清晨起来升座的澡堂沈介生忙了一上午了啊。到这会儿中午了，老爷吩咐退堂，告诉周爷，告诉这个捕头，是吧，张头，这个咱们仨吃个饭吧啊。好嘞，谢老爷赏饭。公堂上啊，这是上下有别，堂底下呢，其实啊哥几个感情还都不错。在后堂摆酒，天凉了嘛，吃什锦锅子啊，冬天吃这个合适，吩咐人烫黄酒。当年北京清朝的时候实行喝黄酒，中国的黄酒四个产地您记住了，山东、山西、北京、绍兴，北京黄酒占一大流派。你现在是不喝了，您记住，想当年北京炸酱面若没有黄酒在这酱里边，味儿不对。所以当年上流社会尤其官员之间喝酒讲究的喝的是黄酒，夏天喝莲花白，京西海淀六郎庄盛产那个莲花，拿那莲花回来之后发酵做了酒，莲花白啊，夏天喝那个去火，冬天喝黄酒温热了喝啊。仨人坐好了，给老爷让到上边啊，这两个一边一个，正当中什锦锅子摆着四个凉菜，温热了黄酒，老爷端起来了。谢谢两位吧啊，这些日子你们净受累了啊，我先干为敬，喝一杯。你俩人赶紧谢谢老爷，还快去去去快坐吧，行了。我老爷不老爷上的堂来啊，咱们上下有别给外人瞧，回到屋里的咱们就是哥们儿，你们也知道是不是，要没有你们哥俩帮衬着，我这官也不太平。老爷您客气，吃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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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着，老爷说这个这事儿怎么回事，说了归心乱死了，我现在真怕这事儿啊给往上捅，天子脚下首善之区，好家伙，连着死这么些人，上司知道了就说我说这帽子都够呛，我这顶子就摘了。周爷乐了，老爷别着急啊，凡事啊水有源树有根，他有了结果就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我其实这两天一直琢磨这个事儿，我就有一个不丁点的小线索，下卧查一查啊，但愿呢能有个眉目啊，给老爷分忧解愁。来来来，我给你加一筷子啊。什么小线索？老爷您看这个啊，打怀里掏出小茶叶盒来，瞧这个茶叶盒啊，对呀，哦，你这是让我多喝茶水清新明目，给我拿过来吧，你看，啊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别哪儿就吃饭，这不是哪不懂你交给我是不是啊？来来来，我给你夹一筷子啊，你甭管我，您吃您的，老爷您吃，老爷您吃这白肉，我不吃，我一吃白肉我就想起那天验尸来了，嗯，老爷啊又洁癖啊，又这强迫症。那到底怎么说呢，老爷您稍安勿躁，吃完了饭啊您躺会儿啊，您睡一觉，我们出去一趟，但愿今天能有些个收获。好吧，我也不多说了啊，我也知道这方面我也闹不清楚，你们哥俩多受累吧啊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中午就一块吃了个饭，吃完饭之后下午连捕头张三带着周爷一块又奔西四牌楼砖塔胡同，砖塔胡同口这儿来一人，站在胡同口这儿来回扒头，不敢往里边走。这人叫马三儿，我要不提可能你们都快忘了。这故事一开始是打马三儿引起来的，在他身上也发生了许多的重大的故事啊。好久没有露面了，他自己也觉得是时候了，该我出现了。又打家里出来，贼人胆虚啊，到底怎么着了这个事儿呢，我探探风吧。
就来到这儿了。但是站在砖塔胡同的口这儿不敢进，为什么呢？胡同里边都是官人、差人呢、衙役啊、地保啊，自个儿不敢走啊。往里边溜达进来，假装是串门的，在谁门口趴头望了一眼，哦，没在家，转身就走了。其实呢，离着死人那家还远着呢。这儿出来，自己心说：“哎呦，看起来是好不了了啊！这儿我也不敢过去，你万一过去，神色慌张，人家是说站住，你干嘛的？我再说秃噜，你好，我杀人的啊！别进去了，没敢进去，没敢进去，一拐弯去哪儿了呢？上闷二那儿瞧瞧去。闷二是他结拜的哥哥，闷老二就是人头啊，在咸菜坛子里边泡着那位啊，我上他那儿瞧瞧去吧啊！”到这儿一推开门，好家伙，满院子的债主子，之前咱们一直说还100多人，连屋里在外边窗台坐都人，100多个账主子，还现在这100多人都是好朋友了。为什么？天天跟上班似的，来了大伙儿一块聊天哈，聊天说点心里话什么的，啊，那这些日子呢也没瞧见这个门二，这帮人有缺心眼儿，也没人问问。嗯，马三来了一探头。嚯、哦，好家伙，满院子人，啊，这些位还回头呢，进来坐会儿啊，进来也是找闷二爷的吧？啊，您各位，我们都是好朋友啊，我们都是小伙伴儿，他欠我们钱了，我们跟这儿天天等着他来了啊。嚯、哦，你们真行，没瞧见街上出告示吗？出什么告示啊？说是这衙门出的告示，贴出来画像了，那画像可像闷老二了啊，可能是让人给杀了吧，你们还跟这儿等着，这哪行去。这一句话说完了，这一屋子人，医院的人哇炸了庙了，哇我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啊。把他们放下咱们不提，回过头来单说这五座周爷。这周爷不愧是宛平县啊县衙之光啊，要没有他这案子就完了，没有这周爷就没有今天这段单口相声啊。啊，周爷带着这个张头又回到了砖塔胡同。怎么回来？前文书咱们说了，那个年头的刑侦技术手段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，这只能是一遍一遍的看，尤其人的脑子是有限的，很希望不一样的勘察的时候能出不一样的火花。瞧呗，这儿看那儿看那儿看这儿看啊，但这个地上有血啊，死尸，然后这个衣服，点了点头，嗯，那个来俩伙计，过俩差人，嗯，怎么着，周爷，这个打点水去啊，打点水吧，这擦擦弄弄，有几个地儿我瞧不真着啊，擦擦弄点水。找点干净水啊，您放心，干净着呢，他们家水缸水是满的啊，他们家水缸水是满的。嗯，水是满的啊，你叫个街坊来。嗯，什么样的？随便，老街坊就行。哎，伙计出去了，叫你老太太来。大妈您挺好的。哎，我不敢进来，就害怕呀害怕呀。没事，你没事，咱们这儿说这儿说这儿说啊，跟他们家熟吧。嗨，这位老爷，我跟您说，我一听我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就这家出这个事儿，你说谁想得到啊。那个那谁塔大这个媳妇可好了啊，你说针线活，你说做饭，你说待人接物，出了进去的啊，那个嘴也甜，好孩子，谁知道那二的也不错，大的愣点也不是那坏人。你说哎呦喂，他们家这点事儿，我跟您说啊，我们这些日子啊，我跟我们老头子老念的这个事儿，好几宿我都没睡觉，真的啊，累得我跟什么似的啊。大妈您该歇着也得歇着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再说说啊，这个您叫我什么事儿啊？就是你们这边喝水是哪儿给送啊？哪家水铺管啊？哦，我们这儿啊，我们这出了口往那边去，就是那个山东那水铺，他给我们送水。
好嘞，谢谢大妈啊，您受累了，没事儿。这个事情发展的怎么样了？走。啊，太好事儿。老太太回去了，周爷点手，叫这张头，来，怎么您呢？咱们溜达一圈啊？哪儿啊？水铺。走，来几个伙计。叫八个伙计，就是八个差人，精明强干大小伙子，走，咱们走水铺溜了一圈去啊。这儿出来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到了水铺啊。水铺的掌柜的是个山东人，之前我们净说他来着啊。今天跟屋里正坐着呢，说衙门来人了，赶紧迎出来了。哎呵，看，哎，这个几位，这个老爷，哎，快坐，哎。哎，小里边去倒水去啊！这个沏那个好那个茶叶，来，快坐，有口音，快坐啊！快坐啊！这儿坐下了啊！这周爷坐这儿，紧挨着他呢，就这个愣头青这捕快，这张爷，张爷抱肩膀，酸枣眼，青红不分啊，来回瞧，啊，这周爷端着茶杯，乐么丝儿的。呵呵呵那掌柜的跟这坐着啊，哎呀，这是贵族踏贱地啊，贵族踏贱地，这是客气。哎呀，两位这个相差啊，上我这来就是蓬荜，这哎，别客气。掌柜的买卖挺好啊，好买卖这个还好啊，这都是大伙这个捧啊捧啊。周围就看着他，这掌柜的满脸堆笑，但是呢，你感觉出来这个手在这儿。有点哆嗦，而且看得出来使劲自己按着这手不让手动，但是个袖子跟这儿很轻微的哆嗦，就这一点儿别人看不出来。周爷就瞧见了。哦，挺好啊，这个啊、哦、对，让您瞧点东西啊，把这茶叶罐掏出来了，看看这个。哦，这是个铁的。是啊，铁的。哎，铁的不好。啊，这个最好是那个稀的。啊，那个就不走味儿啊，这个铁的。啊，铁的啊，铁的有味儿哈、啊、这没办法，你有的拿纸包着呢。这个您见过没有？哎，这个样的东西，这个有的是啊，这个哈。哎、啊、这个是谁的？我这哦、啊，这个您没见过呀？这个东西我们这个用的少啊。那个油盐店倒是有这个东西，挨着他就是那油盐店。油盐店的掌柜的是个山西人，俩人不和。前文书咱们也讲过啊，这山东掌柜的啊，跑人那挂人头去，希望嫁祸于人啊。俩人不和，哎，可能这个油盐店他有接个东西啊。哦，这个这旁边这家吧，哎，就是这家啊。哦，在家吗？那不记得，我们也不老见面的啊。您自个儿去看。啊，好，谢谢你茶，啊，茶水还真挺好的。哦，对了。哎，这一片都是归你管吗？这个水啊，是啊，这个，老小爷们都喜喝我这个水哈。哎，塔家是你这送水吗？是啊，声音长一调门，哎，是。哦，每天送水吗？是。也是老主顾了，是。嗯，你们这儿谁哪伙计给他送水啊？哎，有一个那个小李本儿。山东人其实管哪个伙计都叫小李本儿，小李本儿啊。但山东人啊，小李本儿，他一万个伙计他也是啊、哎，小李本儿，小李本儿过来，小李本儿，小李本儿都是小伙计，小李本儿啊。小李本儿，山西人的伙计都叫二娃子，啊，二娃子，
二娃子啊，二小子意思，二娃子，趁十二个也是二娃子，二娃子，二娃子，咱也不是谁给定的规矩，啊，哎，写那个小礼本啊，啊，小徒弟给送，哎，写，啊，这个送水的孩子在了吗？哎，走了，走了，哪天走的？他家这个。哎，出事的前一天就走的，他家出事的前一天走的，哎，前一天走的，哦，那他走了之后，谁给他家送的水呀？阿西，听人话，专有一伙计给他们家送水，对吗？哎，对呀，他走了，哎，对呀。他走之后谁送水？爹。旁边有一伙计，这伙计不是山东人，这伙计就是这个胡同的某一家的亲戚。这孩子也干不了别的，一天到晚懒懒散散，家里说对水铺干活去，但是呢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啊，就是按现在说典型那个老北京那个孩子啊，溜着肩膀。掌柜的也不好意思支持他，也不好意思不要他，因为都老街坊。这孩子旁边的啊，怎么会呢？他就出完事儿，他才走的呀。掌柜的看看他，你胡学八道啊？他不是本地人啊。这嘴老北京话，不是本地人啊，他这一嘴山东烟台味儿啊，他成本地人了啊。周爷乐了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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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俺们奶奶，你就这儿的吧？嗯，我二姨姥姥住这胡同，他们让我上小学我不爱上，他们让我跟这干活我不爱干。你以后干嘛？待着呗。哦，那你吃什么呀？饭。掌柜的，你听听，这才老北京人了，真的，知道吗？哎，你没送过水吧？我他妈不干这个。谁给他就送水？就是那小李本儿，他送完水。天天他送水，然后我想他出事儿那天我没瞧见他，反正出事儿那天之后，掌柜的说他走了，哎，别的不知道，不是说出事之前啊，掌柜的你记错了啊，你记错了啊。把掌柜的气的呀啊，周爷点点头，怎么回事掌柜的，你这岁数不大呀，这记性可不行啊。你准记错了吧？啊，是，哎，他是这么回事啊？他那天送的水，他送水，他早啊，送完水他回来，送完水啊，我还睡觉呢，嗯，他敲这个窗户，他说有事儿，哎，他走，哎，那这个就对上了啊，这就对上了，啊，这说着这汗就下来了。周爷看看，好，嗯，这茶叶盒您不认识啊？啊，我不记得啊，你上油盐店问吧啊。好，那谁张头，周爷，走，咱们去，这水别动啊，还喝呢。哎，我记得啊，我记得啊。哎，这哥俩出来了，你瞧我，我瞧你，转身奔油盐店挨着，两家买卖挨着。到油盐店这儿一瞧，关着门呢，啊，而且一瞧呢，这个外边没锁。你要说外边挂着锁，说明人锁门出去了，这门关着。啪啪啪，有人吗？开门呐，掌柜的，开门呐！八个伙计也跟过来了啊。周爷点点头，踹，哎。官差办案还管你那个啊？
过来，两脚，这门就开了，踹开门，伙计们在后边，周爷先进来，规矩，人家是仵作，现在说法医，他得先进来，先进来了，拿鼻子一闻，好大的醋味儿，油盐店吗？啊，进来了，这后边柜台，零碎东西什么都有啊，日常用品呗，啊，低头一看这个地上啊，有脚印儿，啊，蹲下了，仔细一闻呢，就好像这个脚啊踩了醋或者是酱油之类的东西，跟地上这么踩，啊，这个脚印从哪儿来呢？是从屋子走啊，你如果往里头倒，是进后院了。就捋着脚印往前走，到这儿有一门，咱们说过他这个啊，他后边有后院啊，前面是买卖间，到这儿把门推开了，看看这院儿。周爷撩衣服下来，后边跟着这捕快张三，再后边八个伙计，就站在这儿啊，靠墙根儿。这么一溜大醋缸，一人高的醋缸，站在这儿。有人吗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有人吗？喊了三五声，没人答应。回头看看这捕头，让弟兄们分几个人上水铺那儿看点去，看掌柜的别走。哎，出去几个了啊，你们几个上门口瞧瞧，别让老百姓过来。哎，都出去了。这个张爷怎么着？周爷你上这两间屋子里瞧瞧去。哎，张爷上屋里去，周爷就奔着几个醋坛子来了。这个职业呀，它是很敏感的，直觉就觉得是有问题的啊。这缸上都有盖儿，掀起一个扔地上，旁边这个第二口缸把盖儿打开了，站这看着，身背后张头来了，屋里没东西啊，哦，你把这死尸捞出来。我这山西人吃的太怪了。见过腌蒜的，没见过腌死尸的啊。有一个来来来来人呐，说声来人，呼啦朝外边进来哥好几个，怎么着怎么着？赵爷说，谁胆大？我们头胆大。张三这气，来这套啊！你胳膊最长，你够这个。不是我，这来，快快快！这大小伙子怕什么呢？你们哥几个帮忙。来几个人，真有死尸，在醋里泡着，往外拉，拉出来了，啪扔地上，一具男尸，无有人头。啊，没脑袋。张头，得亏没脑袋，要不得吓死我，得把他拴死。啊，嗯，外边有人吗？有，你放心，他那边也走不了。好，给我根棍儿。哎，有人给找根棍儿，竹棍儿，掀盖儿，掀盖儿，拿棍儿进去和上，拿出来了，就这一拉溜走得快紧头这儿，倒数第二口缸，把盖儿一掀，这棍儿没放上，来吧，捞。什么呀？飘着呢，啊，飘着，死尸嘛，不完整，来看看来吧，嗯。哥几过来瞧，我的天哪，好，这是一缸人头啊。这多少个？不知道啊，嗯哼，来来吧，来你们谁来？
刚才胳膊长了那个呢？不不，你不不这就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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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什么那个周爷，我们把刚推倒了，让他出来行不行？行，想着往里推啊，别往外推啊。是您放心，好，往外推弄一身啊来。哥几个一叫号，一二三，走，咔就这一推，整个缸哗全洒了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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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出了一地的人头啊。嗯，过是过样。您琢磨琢磨，人头咔切下来，拿醋腌一段时间，我也不知道你哪位吃过呀、啊。这个从医学上来说，它入药啊，治胆儿小。嗯，看完这胆儿可大了、啊，跟这儿摆着，有男有女，乱了套了啊。行了，为什么行了呢？哥几个很兴奋。这案子快破了呀，你看这事闹的啊，我们太爷这回官职还得往上升，咱们都得有奖啊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周爷说也别说这话，你得对得上啊，哪个跟哪个对得上、啊、而且看看谁跟谁死法不，你看你看这俩人头了吗，这个这俩死的比这几个惨，不是都一样的料理方法，这个有什么有什么惨，你看了你看那几个那脖子呢吗，切的不是平瓷儿就下去了。这个啊，你看这俩死法，这脖子砍的跟锯齿似的。就说明这主杀人的技术不娴熟。或者他的器具不锋利。或者他杀人的时候啊，他跟别人有不一样的习惯动作。咔，就这帮人佩服的都不行了。哎呀，周爷太棒，哪天您杀一个我们瞧瞧啊。你们看伤口都不一样。有的一看就是唰一刀，一瞧这像锯的，嘎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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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俩死了得多痛苦，是不是？嗯，太好了，啊，那个什么，周爷，咱们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上水铺要点水去，要点清水来冲一下，认认是谁。哎，转身就奔水铺了，来几个伙计，掌柜的跟屋正坐着呢，啊，端着杯啊，其实也不渴。但是嘴很干啊，正琢磨事儿呢，进来几位，哎，掌柜的，啊，信不信啊？那个来点水，那个他那边好家伙，醋缸里泡都人头，我们得冲一下，把杯就扔了，啊，就赶快打水打水打水，伙计给打水，掌柜的站起来，撩着衣服啊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这个出人命了啊！这个怎么滑雪的？这是啊，打他这儿出来，奔油盐店。门口老百姓都满了呀，一街两巷都是人呐。怎么呢？这玩意儿传还不快吗？有一个人一喊，全知道了啊！老百姓有这个爱好，好看热闹啊。只不过呢，这进不去，都在门口阻着啊。有几个这个伙计衙门差事，别，这不乱。维持秩序，水铺掌柜，哎呀，这个是，哎呀，你这怎么还血的啊？他来了，伙计，哦，来来，快来，给送水来了。嗯，水铺掌柜的这山东迈步进来了，离老远的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李掌柜的，山西这个掌柜的姓李，哎呀，李掌柜的，你这个事闹的，你怎么就会死了呢？啊，你说这是得罪谁了？你这是，你这个事儿，周爷一回头。哪个是他？哪个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呢？啊，对呀。啊，我可睡着了哈。哎，我这个街坊，我们是个这个，哎呀，远亲，不用这个近邻啊。嗯，来过来吧啊，看看吧。哎，我害怕，我就不敢看，我害怕。你甭害怕。哪个是啊？哦，我不记得，我不记得。嗯，你不知道哈啊？捆上他，捆上他。哗楞嘎嘣，锁链子一抖，捆上。哎，我这个乱王啊！我你怎么我这闭嘴啊？有你说话的地儿，上他那院搜去吧。
一帮人呼噜一下子又奔水铺这院找吧，这屋搜那屋找，找到有一个废井，前文书咱们讲过啊，废井，打开废井里边有一具死尸，没有人头，捞出来了。山东，这个呢，这不记得啊，这哎呀，这个谁这他们这闹着玩的吧，就行啊。旁边那伙计，我的妈哟，好家伙嘞，闹着玩嘞，掌柜的杀人嘞。摁那儿，摁住了。屋里屋外，周爷这儿看那儿看，哪儿去了呢？没了，扔了吧。旁边伙计还问什么呀？周爷，甭管，不知道，我找吧。找来找去，最后找到柴房，堆柴火那个屋，零碎物件，在这一堆劈柴上头。放着一把砍柴的刀，周爷过去了。好家伙，这得多疼啊！这个，拿着，哎，伙计拿着，这两家把门就得封上了啊！县衙门赶紧调人吧，啊，这儿得看着前院后院的。好家伙！整个打砖塔胡同到这儿成了北京旅游胜地了，怎么呢？出这么大案子呀？好家伙，嚷嚷动了。这儿回去跟老爷一说，说这个今天有点收获。一说老爷乐坏，太好了，这都对人头都对得上那些死尸吗？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啊，还有一个过程啊。您先问问这个山东吧。问这个水铺掌柜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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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呀，升堂带他，升大堂，哎呜，这一喊堂威，衙役们两边肃立，宛平县转屏风入座，一拍桌子，来呀，带这水铺掌柜的，由大底推推搡搡上来了，走，跪下，堂一推，一踢这腿，咕噔跪着，哎，这个大老爷，我这个是冤枉的，我呀。冤枉，你抬头我看看，哎，大老爷，嗯，听说你杀人了呀？哎呀，不敢呢，我这个做买卖的，我这个水铺我不敢杀人啊，不敢杀人呐。哦，那个，你旁边这院里边这么些个人脑袋，你解释一下，那就问他去，我哪记得去啊？你要觉得我就翻出来，我管啊？你那井里不是有一口吗？不有一个死尸没脑袋，那可能是这个油盐店这个老李害我啊！你看他下来，他把人脑袋留下，把死尸给我了啊！啊，你说，比如说啊，这事儿不是你干的，谁有可能会把这个油盐店的掌柜的杀了呢？那我想，可能就是他那个伙计吧，啊，是不是？他那个伙计，他勾结我这个伙计。啊，就杀了这个油盐店这个老戏。别说你拿起来就说哈，那是，哎，不是，我只是句句实话，啊，句句实话，哦，你是句句实话呀？我跟你这么说，老爷我呀，其实不老会做官的，连周爷在不做，哎，这怎么着？心说老爷要说实话啊，老爷你就别拦着我啊，但是我有一颗为民做主的心。这几位踏实下来了啊，做官得有几句官话呀啊，紧跟着底下，哎呦，好了，你说吧啊，你要招了还则罢了，我还跟你说，别的官问案官断十条路，老爷我这十条道就是一条，就是打人，知道吗？想当初大骡子大马上堂来让我打的都能画押，啊，你琢磨琢磨，你比骡子如何？哎，大好人，别玩笑，我是个好人呢，我啊，你说好人没用啊，来呀，哟，扯去，掌嘴二十，扎是，掌嘴二十啊，这架起来，
其实这掌嘴就是抽嘴了，但您记住了，可不是差人拿手打，打时间长了差人这手疼，掌嘴80，人家没事，他这折了啊。单有这么一块竹片子，一头大一头小，这头小呢攥着，这头是越往上越宽，哎，打磨得很平整啊，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啊，就跟那个手把件似的啊，平时没事跟这盘啊，盘印儿嘛是吧，盘差不多了，老爷说打打，掌嘴20，这儿弄下来了啊，得跪在那儿，面向大堂，老爷在那儿坐着呢，面向老爷，这儿跪好了，后边有人踩着脚，踩着这个腿肚子不让你动，再有俩人蹬着胳膊，这边一个这边一个，这人是这么一姿势，还有一个人后边揽着辫子，清朝有辫子啊，把这辫子梢盘在手上，盘好了盘到根儿这儿，最后一蹬，人是一定这样仰着脸啊，这过来了啊，啊，打几十？20，老爷说了20，狠狠打，哎呀，20不过瘾呢啊，啪，就这一下，这掌柜的牙就掉了，后槽牙就打下来啊，紧跟着啪啪啪啪，这20打完了，这脸呜鼓起来了，顺嘴流血，啊，拿上来，请大人验刑，拿着板子，大人验刑，带上来炸，是，上来上上上来，给推上来了，掌柜眼泪都下来了，哦，哎，熊我都没吃过胖了我，嗯，嗯，家伙嘴巴子都吹起来了啊，什么都没吃，他胖了啊，跪着跪着跪着。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修不了呀！嘿，哎，大老爷，这不就这实在我这修不了啊？哦，实在你是受不了啊。嗯，怎么样啊？受不了就说实话吧。哎呀，大老爷，我实在实在我就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来呀，带下去，打20板子！不，咋不这不是跟这刚挨完吗？那不是脸吗？啊，屁股还没打呢，招不招？我没来。差人们跟起哄似的把人蹬下来啊，摁在底下，就跟之前咱们说的一样啊，摁倒了扒裤子，板子举起来啊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打着这屁股都开了花了，提好了带上来啊，哎呀，见过大老爷，来带下去打，我看见我就你不就问吗，问我叫了就不打了不行，你哪能上来就打呀，老爷说其实打还是很过瘾的啊，就是招不招都无所谓，就打打打，别，哎呀，你果然不是做官的你那，啊，大老爷刚才人头句话就说了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不是当官的材料啊，果然是打人的材料啊，哎呀，大老爷，哎，我这个该死啊活不了啊，那个我跟您说呀，您这样，您要想让我说实话，我怎么回事？说不，我这嘴，我这说不说？不行，我这个心里不什么心里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除非是有一个人跟我对质，不是你这个人，我就不该让你回来，知道吗？谁呀，啊？你要是能找到那个油盐店的那个伙计啊。那我就找，啊，肯定是他干的这个事儿。油盐店的伙计怎么了？啊，他跟这个人家跟掌柜的，他舅舅，他外甥啊，这个话说是对的。啊，你老心是跟外甥爷俩干的这买卖，没有别的伙计啊。能把他叫来，我就找啊。嗯，老爷点点头，回头看看周爷，那意思还打吗？周爷摇摇头，现在再打不像话了啊。嗯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就听大堂底下，听这声音都100多人，老爷做主啊，嘿嘿嘿嘿，哭了都不行了。差人上来了，跟大二回，衙门口来人了，啊，我听见了，怎么回事？来了100多人，啊，这个说是有人欠钱不还，谁呀，啊？不知道，您见见吧。哭了都不行，有俩背过气去了都啊！来呀，
先把这小子先定走收监啊。有人过来哗楞嘎嘣锁好了，给山东先弄走了啊。让他们上来吧。呼噜呼噜呼噜来100多人跪在堂上。老爷，老爷这气，我这是灵堂啊，这是。起来。都干嘛了都是啊。站起来。你们这里边谁是头啊？这站起来。老爷，我是头。怎么你是这帮人的头？对，那个他欠我欠的最多啊，所以在这里边我说话是最有威信的啊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那有人欠我们钱，这人不还。谁呀？他姓闷，叫闷二。哦，闷老二啊。那人呢？不知道啊啊！我们去这帮人都没辙的了，天天上他们家去。开始他还说你们等着，快拆了下来了。没想到后来这人不见面了。您说我们这100多口子招谁惹谁了？是不是抛家舍业的什么都不干，天天上他那儿盯着去啊？到现在这人没了，我们也是听人说的，说老爷您这是画影图形有画像，说可能是这死了，是丢了，反正怎么着，我们那什么。这不是没辙了吗？求大老爷做主啊！别哭，拿画像来吧。有差人把画像拿来，是这个吗？哎，对，特别像。我们看，就是他。哦，这人叫什么呀？哎，这人叫闷二。哦，做什么生意？他什么都干，谁找帮忙他也愿意去。完是红白喜事都干啊。什么叫红白喜事都干？就是结婚的什么搭棚啊，办个喜事啊，给人找个什么厨子呀，烙个桌呀，什么他也管啊。死人出殡他也管，从一倒头到出殡都完事，反正这些事他都明白，都爱掺和这个。死人入殓、装棺材、给人开光，他都懂。哦，这么个活。对，他最爱干的是白事儿。他说红事儿事儿多，姑奶奶容易挑眼，这儿不对那儿不对了哈。他说这白事啊好啊，本家呢光顾着哭不够挑眼的啊，当事人呢也一般不会有什么话可说啊。他愿意干这个白事也好干啊。哦，这么一个人。这你们都是他的朋友吗？还我们跟他不算朋友，玩到玩的，因为这几个跟他是朋友，然后借钱通过他借的。那四个是跟他是朋友，我们跟他就是这么回事，他许那么多，说要借完钱到时候还的时候还的多一点。要真正朋友他，我倒听他说过。他倒有一特别好的朋友，嗯，叫塔大，那就跟塔大是朋友啊。塔大有时找他白事啊，收个死尸什么都找他。老爷马上回头看周爷，周爷点点头。啊，好，行，这个你们说的老爷我都听懂了啊。那行，那都回家吧。打哪儿就回家呀，老爷？那我们这账，你们这账算什么呀？别着急，他连脑袋都丢了，是吧？我给你们找，要是找着了的话呢，咱们看看有没有办法；要找不着的话呢，那就没办法，你们就认头吧。哎呦，大老爷，快走！我看你们我都烟心，我就见不了穷人，快走啊！把人都弄走了啊！周爷说了一声：“老爷，赶紧退堂，我有事儿跟您说。”哦。什么事儿啊？赶紧告诉我，老爷，这儿不能说，咱们借一步讲话。